有时候大家可能觉得说写歌这件事情可能就要历经很多什么风风雨雨，是，但其实灵感我觉得四面八方来的。哦，对对，所以真的不必要把自己，有的时候其实大可能大家误解，但是其实不必要把自己搞得遍体鳞伤。连歌迷也来自四面八方。我先问大家一下，我刚一直站这边，所以他跟我这样子讲话，对，所以你们都拍到这个脸。嗯，需要拍到他的这个脸吗？需要拍左脸吗？啊，对，是在这里拍他左脸。我左右脸应该通知了。可是没有了。哇，好敢讲，你越来越放得开了。没有没有没有，热起来了，对不对？热起来，热起来。不过刚才的 MV 也酷啊。嗯，大概四个 MV， 对，只有他一个人。嗯，对，就是自己。对，因为可能就是一个经费快用完的。对，没，我刚刚其实正想讲这个，一直乱讲一通。没关系，老板没有来。对，为什么会拍成这样？好孤独哦。但是因为可能就是要符合那个歌的，是，对对对，的意境，所以就会那个时候导演在想的时候就想说，就是有个光，然后其实大部分都是暗的，这样子。对，有点像是可以在虽然就是一片黑暗之中，但是还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就像那个光一样。哦，是。那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么多歌里面，接下来我们要唱《飞人》。对，这首歌很轻快。刚才在试音的时候，很多人一听到马上就吸引过来了。哦，当压轴的意思。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首歌，而且很特别，是有新的版本。是。之前在上海五月天人生无限公司演唱会当开场嘉宾，然后在后台演出之前，阿信也跟你一起合录了影片。那都收录在这一次新的版本里面，飞人的 live 版本，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其实先讲一下这一次的演出。好啊，其实可以偷偷一个小小的什么东西，小讯息可以就是偷偷。要不要我帮你拿出来？好好，谢谢。立刻给大家这样，就是其实下一周我们会有一个就是飞人，就是因为我是第一次去那么大的场地嘛，是，所以其实那一次我们自己有试着拍 vlog。就是对，所以在下礼拜会有这个 vlog 上去这样子。讯息也是锁定你的 FB、IG、微博。对，主要应该是 Facebook 跟 YouTube 上面就会有。哦 ，Facebook 跟 YouTube 平台。对，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随时都会有最新消息。刚才请大家加脸书都加了哈，就可以知道它的动态。那那一次，哎，三万人对不对？不止，北京应该是十万。哦，北京是十万，上海是三万。嗯，上海是三万，对，上海是三万。鸟巢是十万嘛？因为鸟巢什么感觉？就可能，其实现在想不太起来，没有了。但是因为上去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变成一个本能，就是开关打开了，对，就把要去唱好歌。但是的确上台倒数的那个时候，真的是心脏都会快跳出来。哦，就是耳机里那个现场导播在 Q 时间，对对对 ，Q 说剩20秒这样。哦，那时候真的有压力，真的很刺激这样子。是，对啊，对。然后那么多人听你唱歌，这样。但是其实就是把歌唱好。可是其实我觉得《飞人》真的很能够带动现场气氛的感觉。这是今天最后一首歌了。目前表定了，对不对？我刚才说了，对你们如果还想听的话，还 OK 的，真的。这样。不过我先问一下好了。站上十万人北京鸟巢的主场馆这一个演唱会场地，自己有没有曾经给自己定下来接下来的目标？自己也想开演唱会，当然也会想要就是可以继续有一天有朝一日可以站上那么大的，但是其实我觉得就是一步一步来，就是一步来，然后可以更希望就是真的是可以感动到人，对对对，无论是表演，无论是任何作品，是这样子，一步一步来。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是容我工商一下各位，唱片公司老板还是要看一下专辑卖多少啊，是是是，是不是？对，要工商一下各位，如果刚才我们都已经唱了5首了，你觉得很好听的话，那边有卖 CD， 好不好？舞台前方大家可以看到有这次的新专辑，还有扇子跟海报都有贩售。等一下黄一儒会为大家签名。是，如果你觉得这一个年轻人很优秀，很会写歌，他的歌写得很好听，他也很会唱歌，他歌也唱得很好听，给他多多支持。是，飞人，对，去北京跟上海，除了工作之外，有去玩吗？就吃烤鸭，对，去北京一定要吃烤鸭，要吃烤鸭。上海呢？该不会吃那个？上海吃生煎包，生煎包嘛，对对对。不对，上海那次太赶了，没有吃到生煎包。啊，你没有吃到？不过那个其实真的要排队排很久了，好像是吧。然后还有上海有很多有名的本帮菜啊。哦，这个你有吃到本帮菜吗？就是杭州菜，我跟你讲很好吃。是。对，尤其他们下次有机会，本帮菜炖的那个控肉，
哇，那个五花肉真的是迷人啊！对，没关系。好，下一次吃。对，下一次好不好？好。对，下一次你的个人演唱会，请五月天当嘉宾，然后带他们去吃烤鸭。没有啦，才刚五花多，吃不行。没有，不一定啦，人生很多事情很难说。好。哦，对啊，我当年也看着他们出来，到现在，对我真的很看好这个男生，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层面是，除了优秀有才华之外，你可以看到他的真诚，跟他对梦想的热情，还有他对于音乐的执着，这个是还蛮重要的。我们喜欢一件事情，我们很认真的去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在音乐的专业领域上不断的去精进，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如果你们刚才在他唱的五首歌里也看到，给他一个掌声好吗？热情掌声！今天表定最后一首歌《飞人》，掌声鼓励。谢谢。生命为最
老天爷，你知道我们表定最后一首歌了，对不 对, 对？是下雨了。我刚刚其实一直在看这个天歌，就想说一直发现。不是很妙啊，就在这个时间点。对啊，就跟你说，哇，唱完了，然后下雨了，要大卖了。哦，这样子，雨。对。不过今天其实是我们一路走来的第五场了，对不对？对，第五场。什么感觉？什么心情？其实有的时候其实真的蛮感动，因为会看到有一些就粉丝朋友们特地来到现场，然后支持自己这样子，所以真的蛮感动的。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无论是在网络上，无论是在现场，欢迎都可以常来玩这样子。对，我们接下来说到了下个礼拜六日，在台北星光三月站前都有两场活动，对，都是下午三点，都是下午跟今天时间一样，很好记。不过下礼拜的台北市有两场，六日各一场，而且还有一场是在室内，一场在室外，对，一场室内，一场室外，反正就是在站前的星光三月。没错，然后你不晓得的话，就去黄一如的官方脸书看一下就知道了。是 是, 是，然后你跑到那边就没会跑错。对对，再找一下就可以了。对，那。接下来下礼拜是新北市的场次、时间、地点，大家就去搜寻一下。对，最后真的要谢谢特别为黄一如来了好几次他的活动的歌迷，谢谢大家。所以，如果你想要大合照，就上来吧！来，哦，对对对，我们开放大家大合照。是是是，在这里，好不好？好好好，台上，来来来来来，欢迎大家，赶快加油加油加油，动作快一点，对，是上去，因为这边下雨啊。